嗨，大家，好久不见。最近两个月过得非常充实，每天满满当当的日程安排似乎都在预示着更为理想的明天。因为我始终相信，一旦生活充实了，人就没有多余的心思去理会那些烦心的人和事儿，心自然就有更多的空间去实现自己的理想。突发奇想的声音培训课程不知不觉已经经营了快10个月。昨天在安排课表时突然发现，3个月后我们即将告别2021，而我也马上迎来人生中的第二个本命年。那些原计划在今年实现的目标似乎都已经变得遥遥无期。你们说，我是该为新的一年制定更多的目标呢，还是继续坚守被疫情耽搁的愿望清单呢？或许等世界恢复正常，再一口气地实现所有目标，也是一种非常过瘾的体验吧。虽说向前看心才宽，可想起那些被无限延期的一切，多少还是有些遗憾的。或许这份遗憾是在提醒我，再多的计划也赶不上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总是瞻前顾后犹犹豫豫，只会错失更多的圆满。面对传说中的未来，我既焦躁不安，也殷切期盼。世界很大，你要很美，记得点赞分享哦。